健保这期影片主要是想跟大家讲讲我这半年来到底都在忙些什么，以及为什么没钱。这个故事要从晨晨把自己关在两个月开始说起。有很多人知道晨晨在大学时期有在西门町经营一间服饰店，但因为疫情的冲击，西门町生意惨淡，服饰店最终也就歇业了。几个月后，晨晨大学毕业，离开了台北，搬回台中和我一起经营频道。但我知道他一直心心念念的那间服饰店，毕竟那就像他的小孩一样，是他手把手栽培到大的。那回归主题，为什么晨晨会把自己关在家里两个月不出门呢？聪明的你应该早就猜到了，就是那些恶意评论。我不想念他们到底讲了什么，因为那些话对女生来说太伤人，也太过沉重，以至于晨晨在镜头前越来越没有自信，不敢展现真正的自己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这么丑这么糟，不敢踏出家门，怕东怕西的。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带他上山出去走走放空，时不时陪他去骑骑车的原因。我想我的方式去照顾他，去帮他找回自信心。我想着想，什么时候的晨晨是最有自信的？就经营服饰店的那个时候，所以我心一横，不如我这做大哥，就花点时间，花点钱。不是你，我没想到建构一个品牌会这么烧钱，几乎把我这辈子所有积蓄都烧干了。但我不后悔，我只希望你能开心起来，能赶快振作起来。那以下就是我为晨晨建构一整个服饰品牌的全记录，那我们 Let's go！ 有，我的品牌名的第七版终于出来了。你也知道第七版的是不是？第七版太久了啦！哇，你太长了。排名跟你有点像 ENROAR， 这个品牌名叫做 ENROAR， 哪有这个词吗？没有这个词啊，我创的。不要想说奇怪，没有这个单字啊。请问一下，现在有什么单字叫 Google， 什么叫 Yahoo 吗？也是啊，我做的可以啊。它意思就是吼叫的意思。为什么要这样吼叫呢？因为我觉得我们的频道三个女生有够吵的。对，对，我觉得又吵又亮眼，很难不被注目到。弱耳这个词非常符合我们频道的调性。啊，EN 的意思就是使怎么样？使他吼叫这个词啊，跟我频道一样，就每一次我推出的新影片，观众可能在那边看，哇，健保这次又带给我惊喜，哇，真屌，那就被我 enroll 到了。所以我希望晨晨的产品也能像我的影片一样，去 enroll 那些观众、那些消费者。哦，来，我们各位 enroll 一次哦。配合一点好不好？我等一下带你们去吃凯恩斯。北上来跟我们设计师的家，我们重金聘请的设计师 Max， 真的是重金聘请啊！猜猜看我这一次的设计费，这能讲吗？可以啊！猜猜看我们这次设计费花了多少钱？10万块，再高一点，10万块，再高一点，20万，再高一点，40，没错，就是40万啊！厉害吧，二号你看保证人好大腿。既然我们都花了这么多设计费，那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设计师 Max 到底是为什么这么贵。可以介绍一下我之前跟其他人合作过的，然后直接用作品说话是不是？来，装逼时间，跟网红他们的那个台中一周年吧，因为我帮他们画了两张图，帮那个拉米狗画到。我当初就是因为看到拉米狗，我才找 Lens 的，好好看哦。这个我有在他的那个 IG 上看到，这张图就是我自己画爽的。跟王品他们火锅品牌叫和牛涮，他们店里面想要服饰会风格的形象插画。我刚好就是在跟乐天棒球队他们有个进行中的合作项目，然后这是他们打样的样品，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品项可以做。这让我有个想法，还是我们这次别单做衣服了。然后这个是比较大张的门店，逼我。这是 New Era 他们的那个行路，就是那时候我做的帽子。帮狗哥画那个大头贴，狗哥摆到现在还在摆。Nike 那个时候是帮画这里的鞋款形象插画。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男孩子看到直接高潮。书好的是尼克队领来风的时候，你帮他画一个这个。原乐也有转，然后他说是井上全画，然后后来就有网友跟他讲说这是我画，后来他就联络我说希望帮他给画一张图。哇，40万值了，余文乐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就是跟余文乐热狗站在同一个位置上。余文乐出的衣服，热狗出的衣服，跟我出的衣服是一样的，差不多等级，厉害。那我再把价格定低一点，卖爆。是我大学的毕业制作了，然后那时候有德国红点奖，就有去德国领奖。啊，你要自己自费去德国吗？没有，国家出钱。是什么套组哦？其实我觉得做套组比较屌，然后限量套组，这样子我觉得很酷，那还要加钱吗？这个我们私底下再谈好了。那
所以这是什么作品啊？介绍一下啦。这个是那个时候跟王阳明他的品牌经营地。你连王阳明都有接触啊？还有 Descent 啊，三方联名一起做的这系列。我个人觉得到时候给到消费者手上，他拿到的是一个盒装礼盒，打开 ，bang 一大堆东西，然后还很便宜，很屌。你想要做什么样风格的东西吗？我想试试。日式服饰会，它是一种风格，可是它里面画的内容呢，还是需要有一个主题性，就是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要呈现的主题？我想想。然后那时候像是他，你居然妖怪啊！妖怪啊！确定？妖怪。我们要做一个妖怪猴系列。嗯。你嗯什么？你知道妖怪猴是什么？妖怪猴是什么？妖怪。妖怪。这就是妖怪吗？那就妖怪吗？妖怪猴。不行，你要妖怪。不要叫人家做那么尴尬的事情，人家32岁了。妖怪猴，妖怪猴，所以妖怪猴它的概念，我以为你会跟我妖怪猴，我也以为。所以妖怪猴的概念，你是想要呈现什么样的？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一些东西线上讨论啊。如果喜欢那个 Vans 的作品的话，可以去他的 IG 看看，他的作品真的是非常之细腻，你可以把那个图拉大再拉大再拉大，你还看得到细节，这就是我想要找他的原因。我想要给观众最好的。晨晨，哭吧，晨晨，哭吧！好，那我们就来去下一站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到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啊，毕竟健保我啊是做这个影像的、啊，做服饰这件事情呢，我毕竟不是专家，所以我找了一个我认识很久的大哥来帮助我。今天他就是我的品牌顾问，大宝哥 ，Taco 的创办人，之前那个年营业额做了11亿，哈哈哈哈，就这种剪裁啊，穿的舒不舒服啊，成本啊，怎么算啊，怎么卖啊，哥才是专业的。所以这一档 Vans 的这个服饰会系列啊，我们也会请大摩哥来指导我们怎么样子去做一个服饰品牌。做品牌是比较困难啊，那你看很多的艺人他都出自己的品牌，那为什么做后来就不见了？他们想要赚些快钱，但品牌是靠堆叠，品牌不能只有做你现在炒红的哦，这一步就叫品牌。第一个当然团队，你有没有很坚强的团队员工，生产哦，设计整个库存的管理，到底要怎么通路上管理？我觉得这是一连串的哦。这个我插话一下，大摩哥他是政大的管理。理学的博士，候选人啊，候选人，是天哪，插论文。今天对于成人的期望，他不是只是开一家服饰店，他要用一个品牌概念，希望他是一个很有趣的状态。他希望这个牌子可以做到成人以后老了都还可以传给后面的人，可以继续经营下去，这才叫品牌。要做东西就要做好一点，不然太差，那个找我就。都放地下财。大伯哥常常跟我讲说，他做东西如果没办法在百货公司卖的话，那就不要做了。他常常跟我讲说，做一个事业哈，年营业额没有1亿也不要做了。太扯了吧！没问题，也是基本的。好，1亿吗？那晨晨你要加油了，你不要让大伯哥失望了。万事起头难嘛，有起头就有机会。哇，晨晨帮你找了一个很好很好的老师跟顾问，真的加油，李大哥有帮你付顾问费，没问题，很高兴的，我觉得很好玩，谢谢大家，加油，晨加油，晨加油。那我们就回去送晨晨这个大礼吧。那个，半年了，半年真的好累，半年真的很久。我先买一个好了。我没有带钱包出门。你要买钱对？我先买。好，龟鸡，你是要拍居家的？没有，我要拍一些访谈的一些地方。你要访谈我？来吧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你要问什么新大问题？晨晨，等我一下哦。嗯哼。来，这是给你的。色情的吗？啊，这不是色情的，这是我给你的礼物。真的假的？没有错，这真的是给你的礼物。这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你不觉得它像谁吗？所以你干的大事是这个，专属于我的处男对象。哎、欸，你懂我哎、欸？你写的吗？我念给你听好了。告白礼物哦。告你老师。你真的爱上我了、哦？没有爱上你。好吧。我先问，你觉得好不好看？很好看啊！废话，你有用心让我看啊。
写满。哦耶妈耶！很满了，真的很满。哎，晨晨，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忘记你的生日，只是这生日礼物我准备了比较久。这个服饰品牌是我送给你的，这是我筹备了大半年亲手打造的。谢谢你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拉了我一把。跟我说你以后没人拍还有我、啊、你应该会觉得这句话没有什么，但这句话确实支持我很久很久，因为我总会害怕身边的人会不会突然离我而去，但我知道至少你不会。我看我为什么要哭啊，虽然你一直以来都不怎么听话，还有点小叛逆，让厂商没有这么青睐你，甚至有些网友的舆论让你开始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很丑很糟，把自己关在家里好几个月不出门，不敢开视讯直播跟大家聊天。你曾在讯息里对我说，我是真的会放弃我自己，其实就算全世界都放弃你了，但你爱我、啊、就这次换我拉你一把，希望这个礼物你会喜欢，那能找回当初那个充满自信酷酷的你。生日快乐。什么意思啦？就这个品牌是我送给你的。所以你刚就是为了在想这个卡片吗？对，这个东西我真的筹备了半年有，花了我三四百万，真的很多，就送给你这样子。那我还欠你一个生日蛋糕。哇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这女生一心的啦。我的妈掉了啦、啊、我们都知道你很低潮，可是大家都陪你度过。因为我一直觉得说你应该会觉得不平衡，怎么我都不帮你，就他最帮你了。谢谢你。哎，你看这件衣服也是你买的，对啊，后面有个小风镜，看超可爱哟、哦。我帮你做一个你自己的标志。为什么？超用心的。其实我不担心没有厂商，因为我知道还有你。不用啦，你已经看过，你陪我去看样品的。总之就是这样子啊，就希望你明年可以好好经营这个品牌。这东西就是圣诞节礼物了，好不好？圣诞节礼物。对，这也是我你们圣诞节礼物了。你们三个要一起赚钱了、啊。啊，可以的话就记得分我一点那个装潢费这样子。全出，全出。哎，全出啊！好，那我们赶快就来去拍我们这个品牌 Enroll 的形象广告吧。
新的出场。过了一个礼拜了，我还是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。这份礼物真的太贵重了，但黄宝亮愿意把 Enro 交给我，那我一定会尽全力把它做到最好。我也希望在未来能再把店面开回来，需要大家的帮助。如果真的开成了，也希望大家能够来自己店面找我聊聊天，喝杯茶。新的一年，我希望我能够进步，再请大家多多指教。我是晨晨，我会努力把一切做到最好。谢谢你们，然后爱你们。